觉得，小巨蛋其实，我来这边都是看别人的演唱会。那今天是我自己在舞台上，我觉得非常的兴奋，然后第一次的感觉真的很棒，而且很紧张。很紧张，现在已经完成了演出，还是有一种兴奋的紧张，是不是？不紧张，但就是很兴奋。是，对。那今天的师兄。一前一尾，一个开场，一个压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跟他们先请教一下下，什么样子的一个舒缓紧张，或是克服小巨蛋这样子一个场地的一些小 tips 呢？其实之前有过合作，所以陆陆续续他们都会教我一些，比如说你站上台的那一刻，就是你要自信，相信自己，然后你就是要分享给大家你自己的音乐，你自己的东西，所以。不需要紧张，因为大家就是在享受那些东西。对，最近你在忙着拍戏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对。但是在等戏的空档，别忘记手机可不可以一起听？邀请所有的歌迷，对，一起登入你的账号，然后把一些你所喜欢听的歌单也拉进去。好，没问题。好不好，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拍戏，我们都可以跟着你喜欢的音乐，好，一起分享。那继续的也是可以跟大文一样给你鼓励。明年期待你来这边。领取属于你自己的讲座，好吧？谢谢，谢谢戴安娜，谢谢王诗安。